智慧菩提。现在追求的一切能让我们永远快乐吗？一切法无常，无自性。显然我们所追求的都并不是真实永恒的。唯有不生不灭的真如法性，才是我们应该追求与体证的境地。一切现象都只是一种缘起法则而已，真如本性则坚固。我们因为迷惑于虚妄的现象，才会造成许多苦乐的问题。当懂得关照真如本性，佛国就在眼前。我们要学习一句话：当假的看，当真的做。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刹那无常的变化，没有一法是恒常不变的。不管我们遇到顺境或是逆境，一切都像是雨后的彩虹一般，幻化无常，绚烂而美丽。修行的心没有排斥与执着，一位真正的修行者对诸法绝对不会有凡夫般的好恶与分别。因为诸法无自性故，行者自然以平常心为道，如此才是真正的修行。弘一大师曾经说过：“了事如幻，爱心永存。”我们要彻底的了解，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幻化无常，必须学着放下。
虽然世事幻化，我们对一切众生的悲心却永不退转。只有诸佛的生命是彻底的解脱，也是永恒存在。试着放松身心，让心不起分别，不起形容，不起念头，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变化，没有任何一法值得我们执着或留恋。当早晨的阳光照射到大地时，花草间的露水很快会被蒸发。宇宙间的变化就是如此，五欲的享受终将是无常的变化。追求无意义的快乐，就像个愚人一样，盲目地追求刹那的生灭法，还以此为乐。世间的福报终究是不究竟的，因为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凡是存在的诸法都会有变化，有生必有灭，就像是生命必有死亡的一天。所以说生灭灭矣，即灭为乐，唯有超越生灭，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解脱安乐。一个人如果在世上虚度百年，还不如虽然只能存活一日一夜，但却能够修持无常、无我、缘起性空等妙法。生命的价值不是在于寿命的长久，而是在于是否活得有意义与充实。
正法才是我们生命的归依处，而非计较寿命的长久。作为佛法的实践者，绝不是以抱怨、仇恨、苦恼来解决任何事情。遇到一切违逆之境时，要反求诸己；而对于一切可爱之境，则要以空观加以突破。宝贵的人生是成就善法与圆满正觉的宝筏。既然已经得到如此珍贵的人生，就应该为正法的学习以及众生的利益多尽一份心一份力。世间上的一切虽不离无常的本质，把握人生，积极修持正法，圆满菩提资粮，才是我们应该即刻实践的工作。学佛就是要有超越的心态，一种超越世间的烦恼、痛苦与爱染的心态。使心安住于空性与清安的喜乐之中，让自己永远像个青年的勇士，为佛教、为众生奉献生命。心经上说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所谓的我其实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的和合假象。物质与精神、思想与意志所结合的因缘，只是一种无常变异的现象而已。从究竟而言，根本无我可言，所以哪里会有我在受伤害呢？哪里会有我在受苦呢？一个人会感到痛苦，是因为他总是在
追求世间上虚假的一切，甚至愚昧地想去控制它、主宰它。我是什么？我就是缘起无我。一切的存在不是单独自立的存在。一切的存在是互相扶持而存在。我就是山河大地，我就是宇宙万物。我们都是互相依靠才能得到生存的。所以我们要心怀感恩，慈爱一切生命。佛教最重要的中心主轴就是三法印，也就是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寂静。三法印是现象真实的存在，了解并深刻的体会就是觉悟，不了解就是迷惑。学佛是什么？学佛就是一种完善的人格，一种慈悲的修养，一种正觉的教育。什么才是真正的修行呢？就是降服自我，超越自我，奉献自我，更进一步再肯定自我。降服自我，就是守持戒律；超越自我，就是体悟空性；奉献自我，就是具足慈悲。至于肯定自我，就是对佛道的永不退转。放手吧，潇洒地笑看人间。这就是最简单易行的修持。
量来自于爱，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、放生、施食、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，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护身法会，恭送楞严经、楞严咒及不动佛修持修持仪轨，恭请湛信法师主法，日期3月20日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湖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电话05-633-1565，05-633-1565。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当日上午8点半，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中山书坊陈真义工，洽询电话07-221-2323，07-221-2323，地点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。莲花朵
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